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，为名湖畔，实载春秋。依托北京大学100年学府的专业积累和林肯研究院享誉全球的研究实力，北大林肯中心及两家之长走出了独特的跨学科、跨机构、跨国家的桥梁纽带之路。2017年，中心迈入了开拓进取的第10个年头，在专业研究、能力建设、教育资助和资源共享等方面，凭借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直面挑战的创新精神，北大林肯中心多管齐下，在房地产税与地方公共财政、城市发展与规划、土地政策、住房政策、环境政策与生态保护这5大领域深耕细作，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合作，开展着丰富多样的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活动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富无民之财兮。广土沃野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，税收财政是政府肩头的民生大计。北大林肯中心从土地入手，基于中国财政税收体系、宏观税负、税制结构、城市财政、地方税体系、土地财政等研究课题，探讨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问题。中心先后与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部门和机构开展合作，包括房地产税税制、国际经验与制度设计研究、房地产税评估与征管培训、房地产税批量评估与征管示范项目。中心开发了商业地产批量评估模型计算机辅助系统，资助和指导杭州和深圳房地产税批量评估技术的研究，推动中国房地产税批量评估技术的发展。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，国中九经九纬，金图九轨。从古至今，规划一直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基础与根本。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，转变城市发展方式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，10年间始终是北大林肯中心工作的目标。中心人员曾赴昆明、广州、深圳等多个城市考察，针对经济转型、城市更新、规划改革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。中心多次资助国际中国规划学会年会，参与承办北京论坛、2014、2016、2017的3届城市分论坛，资助并参与规划、法律、产权协会2017年年会、城市事务协会2016年年会、区域研究协会2012年年会、第4届全球经济地理学大会。地承认，不患无才，土高微润，生气弥漫，草木荣华。承载万物的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，是现代社会财富制度的发端。如何合理高效地利用土地，从土地中创造财富？中心为此开展及资助的项目包括征地制度改革、集体土地入市、土地整理、土地财政转型、土地价值增值补货等。中心与国土资源部、农业部、中国土地协会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政府部门及国内外高校合作，举办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和圆桌讨论会，涵盖土地管理法修改、土地税费金改革、土地管理制度改革、土地规划与利用、土地产权、土地市场等议题。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无论村舍田居还是林林大厦，住房是人们日常生活最安全的庇护所，承袭往圣先贤、兼济天下的理念。中心在住房领域的研究涉及市场供应体系、可支付性、公积金制度改革、金融政策等。中心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于2015年合作完成《中国住房发展的形势、问题和对策建议》课题，得到中央领导批示。中心还与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合作编制，并按季度发布《中国典型城市同质住房价格指数》，为政策研究与行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。青山横北郭，白水绕东城。白水青山，城郭人民，建设美好家园，维护良好生态，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当务之急。以绿色发展、节能规划为理念，中心积极推进城市生态发展战略、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的研究。中心组织并参加了中国城市发展与环境、土地与气候变化、第三届海峡两岸经济地理学等大型研讨会，与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 合作，共同推动深圳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。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是百年大计、千秋基业，人才培养是北大林肯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在能力建设方面，暑期培训与林肯讲座邀请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登上北大讲台，为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和有志于此的年轻学子授业解惑。教育资助方面，中心提供充足的资源和经费，为研究人员营造出良好的工作环境。多项研究基金和奖学金项目更是为青年学者开展研究提供鼎力支持。岁月如歌，谱华章。中心10年里不断将研究成果编制刊印，把丰富的调查数据与详实的研究资料与更多同道分享。在中心网站，人们不但可以了解各项基金、讲座和培训信息，还可以下载论文和培训资料。10年来，中心共编著、翻译中英文著作23本，出版研究简报17，工作论文200余篇，专题报告40余册。10年心血凝成一脉书香，蕴含着北大林肯中心最大限度传播知识的美好愿望。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北大林肯中心迄今为止的所有成果，离不开北京大学和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等诸位合作伙伴的支持，离不开国内外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智慧贡献。下一阶段，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将进一步转变，新型城镇化时代，我们有不同的问题需要回答。中心将会继续完善各方面工作，积极发挥跨国家、跨机构、跨学科的桥梁纽带作用，努力开创中国教育与研究机构跨学科合作的新模式，为提供高质量的、有独立见解的政策研究而不懈努力。